말레바 탑 이리 로도 남아 이제네 오 사족 생명은 다 해서 다 와서 도로 다 데로 오지네 로도 남아 이르티에 이마도 조지 이리 핑고서나 탐지 물로 데 물로 조서 줘봐 이 단지 위니고 라지니가 핑고나 이는 핑고서 이제 그 핑고요 해 말 핑고서 이제 냠다 마서 냠다 미자 톡이면 냠다 요리 톡 치기들 마오는 반데 So, class, you know, or none to hold them, Burma, or the chairs, the silence, and the so-called yellow, or not to go, not something, not to toy on the right of the Pachago, the doctor of the day. 如何下定决心修持，如何发心，这个问，这是他的问题，然后仁波切回答的说，这个修行方面，应该要回。 要回归到一切的重点，就是菩提心，必须要饶益其他众生的想法。那你需要用运用方法来承办这一点。如果没有办法产生想要饶益其他众生的心，就想办法让他升起，已经升起了要让他不退失。这些方法如何开头呢？就必须要修四转心，要去做转心四思维的修持。你应该思维着，我如果今生不利他，今生不发菩提心的话，将来死了就没有机会走向解脱了。所以这个时候无论如何都应该要发起利他心，这样子的利他心是一切修行的前行。那么因为他没有把自我放在前面，而是为了要使自己跟他人同时谋得利益，所以这样子发心去行善，这个样子可以激励我们的修行。 否则的话，如果只是想到自己这是最严重的过失，最麻烦的一件事情。比方说，今天同样是吃饭，如果你吃饭的时候想着我肚子里面有很多的寄生虫是仰赖我的身体而过活的，这个不是只有我要吃，我也要饶益他们。这样子吃饭的话，就不会把那个自我的习气非常的强化了，而是也能够做到利他。否则的话，你只是想我要把这顿饭给吃了，我要吃这顿饭，这样子的话，心里的习气、自我的习气就会被强化，那个就是最糟糕的事情。 所以呢，要让自己的修行的意志能够坚定的话，就要强化那个要饶益其他有情众生的心态。但每节给的那空工匠对讲了的呢，其他的呢，这个罗布鲁多的呢，配着比起更加给的，空给养的呢，物质讲的呢，加要浙江的嘛的呢，狼心给的呢，恰用给的，对讲的类似。空工匠这个配的呢，加给多，更加给多。 你那样空地，你等你配加过了，等你浙江上路当有可以，可能的。等你肯定那的，让心给等你配加给多少？配，哦，我这就不要了。等那多少了，那多少了，那多少配，那多少了，空格多少了，就讲完了那的，那多少空格，空格，就这么多了，就平平。你那样因缘给等你。 亲自的做了，对那个啊，工作了，对那个更加更加。看配就看配就上不来，看配就上不来，先不配，先不配价，看配价，看嘛，先不看。嗯，那这个人是说他在那个禅修的时候，自然会大喝一声。那他不是刻意要这样的做，可是会就是会这样做，也会吵到邻居那怎么办？ 我们就说这其实会这样子也是好的，因为当我们不管是念诵配或者是哄，就是猛然的这样喝一声的时候，会让自己的妄念能够暂歇，所以对自己的心的清明是有帮助的。可是如果可以的话，就不要发出声音。我们比方说，我们自己要心里面要这样念住配或者是哄的时候呢，就在心里念就好，不用不是非得念出声音来。哄不了，哄就开始了，我们了，嗯，什么哄，大了。 就像是平常这个在心里面意念吼，就一念吼，或者是配，就是这样轻轻的在心里面默念，或者是非常小声的念，也就可以了，不一定说一定要发很大的声音。今天讲究准备动吧，今天临才会记了，人们就送把耐心的，您称的送的，啊，讲这功夫了，一定这当啊做，共当的感觉是过的噻。我。 이래서 지내서 사족생, 사족생 빙고를, 그래서 사족생, 강, 지금 매지, 매지 뛰는, 오, 뛰는 게 17, 30개 뛰는 게, 아마, 이제, 뛰는 게 30개 뛰고는, 그리고서, 다 20, 다 20도 뛰고, 사족생 빙, 때문에
lama trina, sanje trina, kare trina, sama sancho sengwa nandhi cha de yore, trinshi kwaam sancho sengwa ngoji kware, trinshi de kondam sancho sengwa so, mi samshin jingne jiwa de kondam sancho sengwa, trinshi de yeme ba, ya kondam sancho kwenye, nato sarna, ya sang, lama trina, nato che lo, hong trina de, kondam sancho sengwa, che pari yon maare, nyejung di samshin de, kondam da hakuna de, 仁波切也提到得到菩萨戒以后白天三次晚上三次去修慈悲心，那是具体的修持该怎么样进行。仁波切说主要是去意念它，比方说你可以想你对谁是比较关心的，你对谁的慈爱心比较强，去想着对其他众生也应该用这个态度来对他们发起慈爱，因为道理都是相同的，用这个方法去培养慈心跟悲心，这样子培养的话会让自己的我执下降的。那么不管是意念佛陀、意念上师，或者是如此去意念慈悲，其实道理都是相同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具足正念跟正知，如果具足正念正知的话，这个正知跟正念本身就是圣意菩提心，而我们平常培养的慈心跟悲心呢，是串习世俗菩提心的要点所在。所以你可以透过前面的方式来培养慈悲心，也可以透过意念佛陀跟上师来达成这一点，让自己的妄念能够减少，并且呢能够或者说还可以念诵像就是意念哄字，这些都是可以有帮助的。我们的别名，你也是我们别名，我们今天就是提了上去。今天就是提了上去，他们上去就把钱收了，拉上今天就是我们别名，提上去，就是我们把钱。那么，就像是你每念一次嗡嘛呢叭咪吽，就想这是一个观音，这一尊观音，一尊观音，这样的每次都意念观音的话，这个就是在培养慈悲心。你有菩提心，当你只要一想到菩提心的时候呢，就开始念诵六字大明咒，然后就开始意念慈心跟悲心，这也是实修的方法。然后，但仁波切给那么的罗念朗罗了，点点仁波切激荡点点，千那点点新国的嘛的逆国国们苦国国民都是给都，点点仁波切朗心给的逆苦国国邦点点逆逆嘛苦别。他能看得有嘞是？哎，你苦有，你咋不要苦有嘞？这你人家们这里国家老苦嘞，你国家困难嘛嘞，你今年国家老苦嘞，我他家里去你苦有，你初中苦有嘞，你初中过啥子？你今年你过来，人家老家啥玩意儿？人家说他爹爹老苦有嘞，你苦有嘞，你初中苦有了吧？那是。你初中哪苦的有苦有嘞？你有，你结果苦的。你初中考的，那是，你那是，你那说你那都江湖的呗，江出的呗噻。江出的，谁要江出的？你，这说做不了这样子，你看你那没那么多，不是就七八九月的。那是。哎，你这个的，这是真，我他那个是，你这个用我们，你以前你做过了吧？嗯，那是。那个朋友的，做过的，那皮啥不是搞的吧？你那皮啥搞完了？你搞出个垃圾场子，搞出个场子，成了这个搞出垃圾场子，你连那搞出一点点，搞出空空的，真是我用完，早晚的了，搞出场子好哎。那是。对，那要跟城里要啊，你这些事个，那是。现在我就忘了，那个叫，那是。搞出场子喜欢，刚把开心了这个了。那是。今天头痛的呢，主要的呢，第不是第道就讲那的呢，如果了那个人嘛的呗，是个的。那第道的你过当第道讲那的呢，供他别去接那的呢，你全部苦个民多，的呢如果了对那个嘛的呗，确定吗？什么话？我红了，是红，什么话？是你苦哈苦个了。你不干了嘛了拿了嘛有的干了嘛了就当然你可不你初中可不都你怎么你做过空了我当然你做过空都上这都做好了嗯是你都可惜嘛了好过头发财了你可惜你说干你想想我就
그때까지세골을세두골을대로확하고를라문화학원은그비율이그래서문화를했지문화학원은좀하고를라대통령만보여요나올수록그래서말하면유리해지그래말을읽어도시선나요샘들좀하도록가서한놓도록했지那个这边问仁波切说怎么样练那个不倒单呢、啊、然后会不会对身体有害仁波切说他还是有睡觉就是每天行程很多所以他还是需要睡觉只是说他这超过十年都是这样子用他身上这条禅定带来保持自己的睡觉的时候是挺直的然后不需要往后倒他说因为这样子练习的话他只会小睡片刻就每天都只是小睡片刻他不会躺下来就是呼呼大睡不会这样子睡那主要是因为这样子练习用这个禅定带来修持的话对于认识睡梦本身是有帮助的所以仁波切他会这样子去睡觉然后如果有人要练的话大家也是可以这样子练的重点就是背脊要打直我们禅修的时候背脊一定要直不要让它弯弯的仁波切说他都从来不会这样弯弯的靠着因为那样的心不会清明所以就必须要让自己是在背脊打直的情况之下来修做修炼的这个是对自己的修炼是很有帮助的然后因为这是属于纳洛六法当中的这个睡梦跟幻身的修法人们就说比方说有些人透过这个方法他可以很清楚的觉知我现在已经要进入梦境了然后呢在进入梦境之前会经历这个白红黑三种相他也会认识得出来哦现在已经进入到这样的情况了现在我是进入浅层睡眠他也会知道我现在即将要进入深层睡眠也会晓得然后呢这样有些人在深层睡眠的时候还能够保持心的明性还能够保持光明那这样这当然是见人就是有个别差异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最主要的说这个这样子练习睡眠的方式主要是有助于让行者能够对梦能够有所认知它是属于纳洛六法当中从梦的余切去进入到对幻身的了悟将来死亡的时候呢虽然身体已经死亡了可是心呢如幻的心它能够有这个如幻的心的展现所以对于修行来说是很有帮助的那谁要练的话当然讲究方法也是可以练重要的就是那个背脊一定要让它直等你看些喇叭的呢，대범해줘되죠그게근데라코르디콕토민도아제당콘서로로게콜로디는존아디니찍게되면서예쁘야예쁘찍는라코르디라영화이승기와차별을세만해봤죠그래서내가알고내가미국가봤더니뭐기와로치고그냥제마사와탄게제것들을영화이승기와차별세만해봤더니뭐래세리요세명성리요就是说有些人他们可能肢体不方便如果用电动转经轮会不会不如法人们就是说电动转经轮当然也是有功德利益的只是它不像自己手去转那个利益是身口意三门都在行善手摇转经轮的好处就是在于它同时可以做到身口意三门都在行善而且让心不涣散尤其是像有些老年人他们年纪大了不需要做特别的多的事情如果手上能够有个转经轮的话随时都能够让自己的身口意三门都在勤行善法这是非常有益的事情但是在使用的时候最重要是不要分心你分心的话呢你虽然在转可是可能就转成斜的就倒下去了因为根本就没有在管自己的心你就让自己的心涣散掉这样的话转的功德力就没那么大那至于那些肢体不方便的人还是可以使用电动转经轮只是它的利益没有像刚刚所说的这么大지당카시에게되네진된자친구들저기뺀나군자잡이지당되네진랍기제잡이담제잡이마저기주보님되오라되네지않아초사말해되네귀샤메발기준전제제이나양은서따빠라되면서이단하이마자땡고라이단하이마자땡서지라되니
수복임 때는 뺀나 깜발아 되니 하야 곰초그라 이마 그이바 지강 요마를 예상기도 아? 데, 지는 진댄이오라 진댄 당댄 담제이오라 담제이돼서 어서 뺀나 깜발아 샤야 요마를 되니 수복이 오라 되니 메사라야 샤쇼마라 이나 이담이 하 이담 하기 나자라 떼내 되니 시라 치바미도 상기도 이 마저 밤에 만나고 차이를 말했더니 如果用作如果用作的，你往哪里拆了？也是啊，刚讲那，就那，如果了，下面像八米吧，也比较我差着哦。重新接完之后，哦，这刚被接了嘛嘞，怎么刚把这个怎么嘛嘞的，让你身体重新接过来，可把修个地呗，可把修到嘛就去把八米吧，那是，把我修了，可多少七八百用，刚被接了，可多少百用嘛嘞，那是。 就有人认为，就是听说这个法宝加持无等等不可以放在低处嘛。那可是如果是观本尊自观本尊的时候，有没有这种限制呢？那人不屑的回答就是说，这样子的要求就是不要把这些殊胜的东西圣物放在低处，主要是让你不要放逸。对佛他们来讲是没有差别的，就是你放哪里对他来讲是没差。主要是你自己这样子做的话，你会变得心态上会轻慢，心态上会不恭敬。 会变得流于放逸，不然的话，照理说五大种都是本尊自信都是本尊，本来就没有差异，没有说高跟低的差别。然后也不是说因为你的脚比较低下、比较低贱，所以不应该放在那个位置，不是这个道理。主要是说你这样你这么做，你容易流于放逸，你容易变得不恭敬跟轻贱，所以叫你不要这样子做。那是啥嘞？啥啥啊？这干嘛叫错嘛？这是为，你能说出什么个话来？那是啥叫没人管的？ Yeah.
如果修同一个本尊法，但是是不同传承的仪轨，是可以的吗？那人们就说，都可以的，只要任何本尊法，你可以修不同的宗派的仪轨都是可以。重点在于，即便是一百个本尊，它的核心都在于慈心跟悲心。有慈心悲心去修持本尊法门，它就成为智慧本尊的法门。如果你没有慈悲心，带着我执去修的话，你所修的只是世间天尊的法门，仅此而已。所以只要有慈悲心，修任何一个传轨的法门成就法都是可以的。但是你要修越轨之前呢，好好的对广轨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好好学习广轨之后，修略轨就可以了。你东啊松就给两年前当的他们可能有的是东啊东多东啊松就松的区别，两年前当的可能有的是。东啊松就加多的多嘞，加多的蔬菜嘞，吃别的啥，因为你拉过去的伤害，受伤他是就这个两年前了。那是。那么。再来呢，下一个问题是说显密如何同时修习。人们就是说，皈依是属于别解脱的教法，它也是显宗，然后发菩提心呢是属于菩萨圣的教法，也是显宗，然后
密宗的这些持咒等等的修法呢，是属于密法。这三个结合起来修持，就叫做就是显密融通的修法。护持印经协会就是帮助弘扬佛法，佛法能否久留于世，和佛书经典的流传有着密切关系。因此，畅印经书、注印经书、流通经书，对续佛慧命有极大的贡献与功德。护持印经协会，即是种大智慧的菩提善根。欢迎诸位大德踊跃加入会员，随喜功德。护持请洽各地中心、道场、讲堂、书房，或洽03-989-8686。中华印经协会，话拨账号19658482。供养香花给圣物时，思维愿一切有情圆满戒律的修持，从而净除他们所破的戒律，愿他们圆满六度啊！所以特别我们用香，香就代表恢复戒体啊，圆满一切，花就代表波罗蜜啊，所以我们在做供养的时候，就希望所有的众生戒律圆满，破戒消除，各个圆满六度波罗蜜。